说问解读，哇！好啦，这个朱一博，当然这反应要快了，对，好久没录了，很难哦，脸一想要快，对，这个锁方向啊，我们二三十个单元要全部录到不容易啊，真的不容易啊，因为像很多人这个单元可能都没有来，没有录过的，没玩过，没玩过，好，我们这最近的这啊，我们全明星的每一集都会来一个，哎呀，啊，高手都进到高，人家这样暗冲哎，我们看到怎么样了？对啊，怎样？我们没有。大家都不看好他，就他得了冠军。哇！哪一种？运气好，运气好。哪一种节目？他的对手都是像潘洛这样玩狼人杀，然后以为他可能只会运动，没想到非常厉害。是啊，体力冠军呢？心机鬼，对不对？心机鬼，心机鬼，没有。就意外，我也自己也觉得。不要谦虚。我想上节目就是脸比较厚，不要谦虚。这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对不对？厉害就厉害。今天你会看到很多脸皮厚的。而且有一堆哦，你看看，上我们冲冲冲没有脸皮不厚的，骂都骂不走，哎，对，哎，你不要说潘诺迪了，走了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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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紧张，太糟糕了。峰哥加油！妇女配，妇女好难哦。大雅，你应该第一次录这个单元吧？我有录过。为什么？啊？你被洪都拉斯看绿啊？哎，我们上次猜多少分啊？跟大根那时候破纪录哎。对，峰哥很强。当然是我，那是因为大根吧？是大根吧？对啊，大根吧？谁会觉得是你啊？你到底有没有？拜托，演艺圈能不能用鼓励代替责罚？但是我表现得很好的。对，但是我跟你们乖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不会觉得孤单吗？不好意思啊，看到脸皮厚了没有？看到了吗？认识了，认识了。哎，脸皮厚才可以待三十年以上啊！不是，因为你如果说，你比如说你，比方说你跟黄登辉好了，大家都不觉得你不奇怪。你讲你跟大哥大小，哎，那一定是都大。对不对？对。准备啊！说问结束五分钟。我就不知道答案。开始。吹歌了，我很痛。快点！吃的吗？喝特西呢？是不是吃的？不是。特地方不是，说明吗？对对对，说明他他那是呢？吸奶吗？什么？喂，说明是谁？男歌手还是女歌手？男歌手，对，国语的，对，国语歌手，漂亮。怎样呢？等我讲什么？歌名，前面是天天，对对对，天天吸呢？天天吸奶，天天吸奶，天天想你。好棒哦！对，小宝宝还天天吸奶，我都不吃奶，我都不吃奶。哥头，爸爸，吃的，是。如果不喊停，我就永无止境的玩下去。啊，这个地方，对对对，这个地方，哥斯拉飞，好宽，巴黎，这个地方，继续。日本，北方，对，你问那么多，关西那个，对，真的对吗？这个地方很靠近，快算了，日本北方的一个建筑物，对，国馆呐，国馆哦，新盖好的那个，新盖好的，哦，要多久？再一分钟，天才冲冲冲！小宝宝还天天吸奶，我都不吃奶。我也是男歌手。爸爸，吃的，是三个爸爸，夜市有吗？热的吗？热的，是冷的，对，夜市有吗？有。汤的吗？不是，颜色是白色的吗？是。啵，白如什么白？什么棒？冰是什么棒？怎么办？我觉得你蛮会问的，问题是每次问就一直在问，你都没有答案，还没问到啊，还没问到，哦，我要慢慢的缩小范围，慢慢，好久哎，白色的，夜市的，好不好？热的啊，凉的，不是热的，冰的，是冰的，什么棒吗？什么冰？对，什么冰？对，什么冰？对，什么冰？什么冰？什么冰？有一个字。再来。什么冰？甜的。是。用牌了，可惜了。八乐冰。哪里来的乐啊？八。他说八了。什么冰？八冰啊！八。你看。八宝冰。对，这么简单。宝冰。来。洪都拉斯热的八宝冰，巴乐冰，巴乐冰谁？各位，
巴乐冰，不要走心，不要走心，不要走心。巴乐冰是谁？用鼓励代替责骂。保冰，不要走心，跟他俩很强。开始了吗？不是，你可不可以冷静一下？我很冷。你有什么问题吗？他快中风了。巴什么冰？巴啵啵的巴宝，巴乐冰是什么东西？啊，不对不对，巴乐冰是什么？巴乐冰就那种巴乐冰。好，下集。好了，没事啊，没关系啊，他问我答。对啊，用关怀，用关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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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友善包容。还要准备下一题。都不用搞乱。乐之一。名字吗？是男生的名字。是，好厉害。男生名字，刘，第一个字是刘吗？不是，刘不是刘，乐之一。帅吗？帅帅帅。歌手吗？是，歌手。然后也有演戏吗？有，漂亮。刘不是刘，啊是什么羊？最后一个字是羊吗？不是，不是羊。演八点档的吗？不是，有得过奖吗？应该没有，没有，不清楚，应该没有，应该没有。他现在还在吗？还在，还在。他不是姓刘，名字猜猜猜猜猜，帅的，多问多问多问，姓刘吗？不是，刘立生有结婚吗？有结婚，现在还在线上吗？还在线上，刘不是他，不是刘，不是什么？快点，先把姓找过来，给一个字啊，快，因为给一个字已经用两个了，他们第一个第二个姓什么？姓什么？尹。尹，三声尹，什么什么尹？尹，三声尹，三声尹，林志颖，对啊，对吗？对，他答对了，我不会猜，我以为他们知道名字就答对。来，两个字，两个字，两个字，尹是什么？是喝，问，是喝，名字吗？不是，是人名，人名不是，东西。不是东西，形容词，形容词不是，对，有一点一种行为吗？哎，行为，行为，在你会有上吗？你会有吗？我会有，你会有吗？我会有，我没有过，你没有过，没有过，对，男人的行为还是女人，男人的行为吗？哎，没有，不止，不是，不止，不止，不止，啊啥？吃喝。行为，嘿，行为，行为，问啊，问，你会做吗？你不会做，我不会做。所以是犯罪在做的吗？两分钟，不是犯罪在做，为什么不问？关系一种行为，也不是召唤，在户外做召唤，召唤，有人会不会有很多人在看？在户外做，很多人在看，有，有段围观，围观，接近，围观，围观，围观，接近，要有人穿制服吗？叫。穿制服，哎，穿制服，要穿制服，穿制服，穿制服，要穿制服，对，他都问了，很多人围观，很多人围观，穿制服，在户外，在户外，一年一次吗？对，不一定，但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一年，啊，行为在外面，再来，你还不知道？有人直播吗？哎，有人直播，还有人直播，你要看。还这个可以用，注意给一个，好，注意给一个，对，啊，那你就准备写一个，塞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准备写一个，对啊，只能写一个，只能写一个，确定写第一个，写第一个，写第一个就好了，没有，第一个他已经到了，知道，我就想知道啊，招魂，浪费了，快，下一题，是砍猛，哦，没有，没有，加油，歌词的名字吗？不是，是这个名字，不是形容词吗？对，形容男生的，不是，形容女生的，都有，是一种职业吗？对，一种职业，男生问，是男生，男生的职业，要问过了，要问过了，男生的职业，不限，是说赚很多的吗？有可能，不确定，歌词不一定，不一定，这个职业，这个男生的职业，户外的吗？有，都有，是服务性质的职业吗？不，诶，对某些人来说算，要付很多钱的吗？有可能，是一种职业啊，有可能。再问，再问，问啊，问啊，男生的，这个出来就很明显。不好猜，好难哦，都没有办法咯吱咯咯吱咯咯。那个洪都拉斯很会问，对，每一次问，对，我说什么对，我说对，然后他就会问，然后也没答案，对。哎呀，我觉得不要像这样有猜出一个零。他题目真的变很难，我觉得不简单哎，没有，突然真的变得没有没有什么，题目难度都差不多，没有，真的变，我猜还是能猜很多，答案还问什么？第一个狗仔的还猜得出来，狗啊，狗仔队啊，
一个大狗仔，对，有人讲对吗？还不狗仔的对啊，狗仔对，很少人讲狗仔对吧？有啦，有啦，还是有。好了，比较少。我们猜这个，答对四题而已啊，我这太难了。来，我们换位置，蛮惨。有柔跟熊熊来猜，好，没有压力，因为我们才四题而已，没压力啊，用掉两三张王牌就三题了，还是有，先赢起来，会有。说问结束五分钟，准备，尽量回答不要超过两个字，好不好？对，不要聊天。Ready go， 哇，来来，快快快，写写写，哎呦哎呦，合不合不合，很长哦，很多字哦，这个哪个寓意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不是用的吗？用的吗？用的，家里会用吗？通常不会。车上有吗？车上没有。两个字。插电吗？回答两个字。是或不是？插电吗？不是。日衣吗？家里有的。家里没有。卡通里面有。有。卡通里面有。有。任意门。答对。漂亮。家里没有，他说家里没有，哇，好难哦，把卡关。这反应好快，哪个不是？我们也不知道。第一只吗？怎么第一吗？不是，是吃的吗？对，是吃的。对，电视有吗？啊，电视。电视有。电视有。甜的也有。第一只吗？只。什么什么？第一只吗？只是炸的吗？不是，是甜的吗？对，甜的。是甜的。不，没有，它不甜，热的，不是冰的，不是，不是常温，它是炸，常温，常温，有第一只吗？有，第一只有炸，有猫线吗？要不要？我用一个字好不好？来，给一个字，一个字，赢。银，就是那个动作银的银，台南新银的银，银，芝麻汁，银东西，什么卷吗？要再给一个字吗？银的食物通常不多了。芝哎，芝哎，这个芝，北部的银，不是北部的，都有，对，全部都有，台湾都有，银。赢，要再给一个字吗？再一个字，是太再一个字还是注音？还是 pass？ 再一个字，再一个三，一二三的三，赢三，赢三，第三个字是三，不是要赢三，赢三名次，赢三。走心了，走心了，我没有走心，没有走心，我没有走心，我说一跟三，赢三，对不起，徐奶奶，抱歉，这个是三明治很难的，是炸的，对，三明治我炸过，有炸的，是容易是最炸的，炸的，里面的东西那个是炸的。啊，有炸！我刚刚的面包，我记得有。没关系，面包是炸的，它本来就很难的，猜得到不容易的。什么营养三明治？他不能吃不炸的吗？不要少，不要少。他只是在那个汤里面，可以啦，可以的。那常温，他以前到冰箱吃的，会是生的。你吃生的也可以，不要炒冰包。营养三明治是炸的，就很像绵绵冰是冰的，是一样的。绵绵冰可以吃的，可以。回答不要超过两个字啊！好，准备。很怕奶。来，几个字？简单吗？看一下，为什么那么简单？日之歌，人名吗？不是，是古代的吗？是东西吗？不是，女生用的。不是，家里有吗？没有。入珠歌。入珠歌。也可以算是形容。电影还是歌？是歌吗？不是歌。电影吗？电影有。电影有电影。等一下。我们还在笑上面那个问题，你们谁问的？不是，因为长哥，我认识一个叫做碗面姐，所以你认识一个叫入珠哥哦。没有，因为我在下面的时候，毛俊说你一直念注音，念注音就会出来了。真说真的，入珠哥，毛俊会出来而已。那是入珠哥啦，只有毛俊会出来吧？入珠哥，是吗？入几哥？碗面姐，碗面姐。他是叫那个猪哥进来，对，他是入猪哥，入猪哥，对啊，是因为有入猪的哥哥，不是，碗面姐跟入猪哥忘记了啦，准备入猪哥，好啊，我们用是电影，有电影，是有电影，有他的电影，是外国电影，回答不要台湾电影，不要超过两个字，不是台湾的，不要超过两个字，八点档吗？不是，不是电影，加问，是美国的，八点档的电影呢？美国的，是美国的电影，是美国的电影，鬼知道，注意，鬼，来一个注意来，要给什么？给第一个，第一个，第一个，决定，
忍者龟。耶，还有有嘞，漂亮。有王牌用完了，自己小心哦。是 pass 哦，还有 pass， 我们还有 pass。哦，这个连朱茵都不太会的哦。得分，得分，王法，大方，大方。不是，是人，是形容词吗？是，不是，是工作吗？不是。他会赚钱吗？是一个行为吗？行为，可以，行为，可以，是一个行为，可以，可以就是什么？是是，可以跟你一起做吗？可以，可以。自首 Temple 新玩法，您猜到敌对的想法吗？有没有预测到你们呢？能够讲到我们写的呢？嗯，两个字就两分，四字就四分。鼓掌。古代人。古猎。古上掌。啊，可恶啊！两点三分。天才冲冲冲！忍者龟。耶！还有有嘞，漂亮。有王牌用完了，自己小心哦。是 pass 哦，还有 pass， 我们还有 pass。好，这个连朱茵都不大会的哦。得分，得分，玩法，大方，大方。不是，是人，是形容词吗？是，不是，是工作吗？不是，他会赚钱吗？是一个行为吗？行为可以，是一个行为可以，是一个行为可以，可以就是什么？是，可以跟你一起做吗？可以，可以，我们不会做，开心什么？看心情，口水不行的，不行，看心情的，两分钟到底。男生女生不行不行，男生女生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啊，很多人也可以。那么晚上可以，晚上做，白天可以，晚上可以，晚上可以，晚上比较多，晚上比较多。对，白天如果体力好也可以。不能打两个字啊，两天的。在家里吗？讲什么体力的？家，外面也行，家里。床上。两个字。两个字。是。床上。是是。坐多会受伤吗？会吧。我要问问题啊。地方，在床上才能做的。是地方。行为。在床上才能做的行为。是。在床上可以做的行为，他白话就讲出来。念，时间有限制吗？没有，很赶，很赶，没有，是快还是慢？因人而异。看体力，不能再讲看体力三个字，人讲是第一个字是打吗？不是，不是打打防。问题，打防，打防，对对对，打防。大方，一分钟倒数。太难了。何乐西，何乐西是一个人吗？不是，他是一个地方。名字，家里有吗？有插电吗？没有。你可以带出门吗？可以。算古代用的吗？可以。啊，古代用？没有。平常找古代用的。那为什么？它很硬吗？还是软的？软的。硬的。家电吗？家电吗？不是家电。呼啦圈。哇。好厉害。哇，这个叫丢军啊，毛军啊，冠军啊，天姐，我要 pass 你哦，毛军，不是这个太长了吧？我要 pass 你了，不能怪他。何乐西西君，写错了，后面错了，他太紧张了，写错了，第五个也是，第五个也错了，第五个也错了，四、三、第五个错了，把它问完。写啊，写一下，一样。目标是多难啊，连注音都不会。目标紧张。写好最后一个，太扯了。对。喝一个鸡鸡汁。吃念出来好像。喝也没出来。喝一个鸡鸡汁是一个地方吗？地方对。在国外吗？不是。在台湾。在台湾。南山的。在台湾的，在台湾。在台湾。你是不是要问是不是古代的？是桃园什么，对不对？桃园观景。不是，关紧闭。桃园有的。只有桃园。鸡吃是什么？你去桃园特别的。桃园关西机场不是。桃园关西。不是。桃园什么？桃园什么机场对不对？对。还有什么在新竹？桃园关西机场。我没有想到你的比熊熊还烂，水熊答对好多题，他刚刚有在问，好不好？这个真的还不错，我们一个问一个答，好不好？真的，我刚刚被露珠哥吓到，这题目很难，对啊，我们答四题的样子，不简单。哎，桃园国际机场，他们题目应该不多，里面不多，哎呦，多一题，多一题，你看，有，你看我们多差。
他们答这么少都还有五题，真的真的蛮差的，哎，蛮差。我们应该大概至少六题左右。哇，蛮差的，真蛮差。差一分。来来，攻守交换。少一分。啊，现在是5-4啊，我们暂时领先一分而已。好哎，明姐很厉害哦，明姐你很厉害，加油加油，加油！秒对秒对哦，好不好？来哦，说问结束，5分钟，计时开始。来来来来来，这个我负责问，明姐负责猜。乐一二七，乐一二七是物品吗？对，是物品，物品，物品，家里有吗？有。啊，身体用的。对，身体用的。练，健身用的吗？上半身用的吗？上半身，上半身，上半身用的。对，乐一二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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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七？什么七？脖子上面用的吗？对对对，会问。乐一二，会问哦。乐一二，乐颈，乐什么？乐颈是个技术。狼狼狼吗？乐颈是个不是？楼楼不是？要不要一个字？再来再来，给我一个字，给我一个字。来来来。给我一个字，给我一个字，给你。老师啊，来，来，你不要挑战，蓝奖。第三个字，耳。耳。耳。蓝牙耳机。哇，你们这浪费了啦，这浪费了啦。健身器材啊。吃的吗？鸡吗？鸡鸡吗？鸡吃的。鸡吗？鸡你知道是吃的。鸡吗？鸡什么什么鸡？鸡毛鸡。对。不是鸡吗？什么什么鸡嘛？对不对？对。那有什么鸡？咸的。什么？咸的。咸的。鸡还有甜的吗？热的。热的。热的。汤的。虾味。是干的。干的。夜市的。有夜市有。夜市有。什么什么鸡？先猜什么鸡呀？鸡什么什么鸡啊？鸡。鸡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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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。鸡摸鸡，鸡摸鸡，鸡摸鸡，怎么在叫我？炸的吗？在叫我吗？炸的，炸的，炸的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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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炸的鸡啊啊，大的，大比鸡排大，比鸡排大，差不多，比鸡排大，泰国的，对，漂亮啊，泰国的，椒麻鸡，对啊，泰国的，对的，泰椒麻鸡啊，好厉害，你是刚去泰国回来的？哎，没错，沙瓦迪卡，又是鸡摸鸡。你开玩笑吧？吃的吗？不是，不是人名，是地名，用的，在家里用，对，在家里用什么什么机器的鸡嘛？什么机器的鸡？不是，不是什么机器？男生用的吗？不是，女生用的。啊，要插电吗？不用。啊，大的跟我的大拇指谁大？我要只能回答几个字而已。啊，好哦，你只能回答几个字？是用身体的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用脸的，用脸的，对对，用脸的，用脸的，用脸的，用鼻子，不是嘴巴，不是眼睛，对对，眼睛什么鸡夹夹，对，睫毛夹，哇，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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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，快快快快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希拉呢？希拉呢？希拉呢？希拉是人名吗？人名，人女生吗？女生，女生吗？漂亮的吗？漂亮。什么娘？什么娘？有没有出过写真集？写真集。女艺人？可能有，可能有。女艺人吗？可能有。艺人吗？不是。线上的吗？线上的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看得到，看得到，对，看得到，看得到。真的。另外一半是圈内人吗？啊？另外一半是不是圈内人？是，是啊。不要回啊！不要回啦！是还不是？不是，可以说是。是啊，另外一半是圈内人啊，另外一半在现场吗？不在啊，不是艺人啊，哦，不是艺人啊，啊，不是政治，不是，不是政治，医学，要不要？不是活人吗？哎，还可以用什么？不是，不是活人，不是活人，古人啊，对，古代人啊，对对，希勒娘，你们还有两个，哎，我们还可以用一下，用个注音啊，给个注音的字啊，字啊，给我个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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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个字啊，给个字，第二个字龙。龙龙，第二个字龙，小龙女，哇，哪有写真集啊，小龙女？我说没有啊，写真集，他讲的是另外一个小龙女，老人家也被骂，老人家，老人家这值得七日，地名吗？不是，场所，不是，不是，吃的，不是，不是，不可能是人名，再问，用的，对，用品，家里用，对，家里用，对，老人用。没有，男人用，家里用，要插电吗？要插电，插电的，要插电的电器，电池的机器，一分钟，机器，是的机器，家里用的，注音，第一个，第一个注音，第一个，对，
扫地机器人，扫地机器人啊，浪费了，浪费了，不会啦，不会，太强了，很好用。哇，这个哇什么？可是它是爱屋之屋，爱屋，这是用品吗？对，是，对，是家用在身上的吗？对，男生用。不是，都可以用，女生用啊，都可以用。居屋之屋，哦，这个居屋之屋啊，它的大小，外面有卖吗？有卖。插电贵不贵？贵吗？插电不一定。贵，手动啊，贵啊。插电的，用身上。不插电，不插电。不插电，用身上，不是限量。原物哇，杨子怡，原物，你要在那边休息多久？我有猜到，我刚好猜到，有号，谁会去猜原味丝袜？很难的，很难，很难，原味丝袜很难的。为什么？有什么？明姐买过啊。对啊，买过，所以我们这次还可以客制化，就是。这不算客，那你现在流汗的脚，明天卖流汗的脚卖过，还是踩过水的脚？好狠，客制化。有女的说她有卖，可是没有洗过，没有洗过。我说明姐有卖，没有洗过的谁要买啊？变态呀！啊，就是要买，就是要买，越不洗越贵。红哥也想买，变态什么味道？它原味就是要没有洗。你买一条，我就想买。你现在问的话题比你刚刚坐在那边问的还多。认真，我不知道有兴趣。他也想问，好不好？他也不知道要，是不是？认真，他有人要那个东西啊！哎，追上来，五题啊，多一题的，五题，九比五，我们答四题以上就不输，不赢不输，很难很难，三题。好，来，攻守交换。太好了，我们只输不赢哦，非常好。不一定啊，太笨人心了。他们打五题就赢了。他们派输灯会多啊，五题很难呢，根本解不差。对，还黄听说他很强啊，哎，听说他很强。文琪加油，文琪是强棒。问要会答啊，说完结束五分钟准备，计时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不要急。他写几个字？是人吗？不是，是地方吗？阿拉伯。哎呦，不是，我还在问，我还在问。你让我问嘛。我是要强阿拉伯啊。是用的吗？不是，是名词吗？不是。形容词？不是。动词？不是。哦，都给他问，都给他问。吃的？不是。啊？不容易。是你用的？不是。啊？人名？对。哦，妈妈。人名？是啊。那么简单。你问了那么久，就有妈妈两个字。前面是这个姓吗？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啦，一个字是古人吗？一个字啦，不要找这个，来一个，讲跟他讲，讲就好了。孟母。我浪费时间，浪费。古人吗？冷静，是一个人吗？不是，东西。对，东西啊，是一个不是东西，不是东西，那形容吗？形容一种对形容啊，形容男生一种行为，对行为，男生会做的，对，女生不会做，基本男生会做的行为啦，行为，全身吗？全身性吗？不是，在户外做的，不是在室内做的。室内做的男生在室内来了厌世，会用手做吗？对，用手完全不。哪个台机的？哎呀，下一道题，男生投入一点，哪个投入一点？不是哪个脸？太好了，念那边那么热闹，那边那么热，这样乱瞎问。不到皮，用一个字，我觉得一个字好了啦。换刀片。换刀片，灯泡，换灯泡，哦，灯泡，那因为男生刮胡刀，我就想问要不要换。他又不会写了，完了，换刀片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桃园关西机场是一个成语，不是成语，是一个地方，不是，是一个用具，一首歌，
不是不是，是一个电影，是他有他有有有有有有，他有前面是一个歌，第一个字是歌吗？歌是不是不是，第三、是美国电影，不是日本电影，对，日本电影啊，我不知道，我这我真的不知道，关啊歌关一个关怪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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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是这关，日本的日本的日本的关跟运动有关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运动有关，跟运动有关。哎呦，哎，日本我听不这么明显，这么明显，你也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是一种运动嘛，对不对？运动运动是球类的运动，球类的球类的球类的，对，你看我们足球是棒球运动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是足球，不是是人体运动，人体运动，对对，球类羽球不是不是，足球不是，是猜不到。灌篮高手，对对对，足球问两次哎，哇，哪个会疯掉？等会儿小姐太不会问了吧？你看看哪个的表情好不好？足球，哎，我很会问，我一直在问，我很会问。你跟我一样，足球问到羽球哎，不要说球类，就是不问篮球。我们怎么没有问到篮球？我很多人都问哎，日本所有跟运动有关的电影是。这位黄先生，你是来做效果？我没有，我只是来答题的。啊，我怎么想到篮球啊？但是刚刚拿了解释的王牌，他都有答到。有了，我拿了。换灯泡啊，也是。那是我一个字一个换出来，还不知道灯泡。变刀片，换刀片，换刀片，换刀片，有换刀片，刀片。我想要刮胡刀美。日本四个字跟运动有关的电影。大概除了冰上悍将，就只有换了这么简单，而且我最爱的，对，居然不会。好，准备，来，熊加油嘞！来，准备继续，来来来来，哇，东西，不是行为，对，蹦，拔鸡，拔，拔鸡，拔鸡，问拔，一种行为，一行为形容女生。不一定，形容好的好的吗？不是坏的行为，行为哦，不好的行为啦。Hello， 行为吗？Hello， 好，问问问，女生会有的行为，我刚不是说不是？好吧，男生会有的行为，对，大部分在凶会有的行为啦。有这种行为会让我很出名吗？有可能，有可能会让我很丢脸吗？我觉得会。第一个是爸，要不要用一下？发注音，注音了，好，注音给我一个，第一个是爸，再写一个注音，什么？绑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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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绑架。不能讲，不能讲声音，不用讲。哦 ，sorry， 声部，你在写，不能，好，来，下一题，一个人，不是一个东西，一个人，是只是鸡，只是什么鸡？什么鸡啊？上面是一个鸡，什么鸡？对不对？是章鱼，只是鸡嘛？手撕鸡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我知道了，只是那个可以拿的，不是，没，那个鸡是开飞机的鸡吗？是，哦，哦哟，哇，所以不是，还是直升机，直升机，不是。对啦，直升机，直升机啦，拍这种的，拍这种的，一个行为，不是，一个漫画，不是，一个电影，不是，完了，三十秒，张，不对，我都问到，快问，对，是一首歌，对，哦，张，一首歌，张，一首歌，男生唱的，不是，女生唱的，对，很红的女生，对，快歌啊，快追啊，对。Come on, come on！ 啊，一个地方，对对对，一个地方，关之老关，老关，一个地方，对，记住了，日本，对对对对，关之，对对对对，关之，对，什么都对，都对，日本啊，对，叫北方，对北方，对北方，对，你问什么都关关之那个，对对对对，这么对吗？日本北方富士山，富士山，北海道，北海道，会下雪吗？对，会下雪，太对了，我就不知道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第一个字是关吗？第二个字关吗？他给他关一个字，给他一个，给他给我一个，到了，对，关关关关嘛，对，关门的关，关门的关，关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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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老，不对，关小老，快点，关小老，这样子有。
滚。哎，第一个字应该是是一种管，对不对？对，是一种管。我跟你讲，它在日本北方的一个建筑物。对对对对。而且很冷。锁管呐，锁管哦，新盖好的那个，新盖好的。要多久？再晒一分钟了。还要玩多久啦？没事啊，眼泪都你飙出来了。看一下。哎，地方在整我们，然后开到北海道去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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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对，对对。太对了，他们怎么都太好笑，他们自己都怀疑自己。他说好，怎么会三？怎么会？好厉害，怎么会那么准？北海道对，下雪对，过去关西对，代关山讲的都对，你就猜不出答案。是不是这种管对小管？太对了，被弄到疯掉。他就是因为赢了，对啊，你的太欺负人，太欺负人了。赢很多，对对对，我看他们对不对到什么时候。我们很会呢，还可以啦，不错不错。强哎，好，11-9啊，差一点。哦，绑架不能算，因为你把绑架算，我能写一个，给一个注意力。还是赢啊，还是2分。来，恭喜11-9获胜。休息一下，继续回到片场当中。